哪里有只鸽子跟人啊，姐？那里嘞，它跟妹妹过来了。小鸽子，小鸽子。有的怎么跟人的呀？对呀，它不跟人。好可爱哦！嘿嘿嘿。怎么小妹妹去哪里了就去哪里呀、啊？跟人啊，它天龙。是谁的鸽子啊？太公养的。太公就是外公养的呀。嗯。哟，那好可爱哦！你，哇，它肥嘟嘟的。它的毛好亮哦，它肥嘟嘟的，那脚又红的可爱。那个脖子，那个毛是绿的，嗯，你看它的头。哎、妹妹，你走，你们两个人走出去，看到没有？走出去大门。走嘛，等下又回来了。它不走的，走出去大门去，大门宽一点，看它跟没有。嗯。走，走啊，妹，走啊。走啊，你走啊。哟、哎，它没看到人啊。你看我，你再走，你走出去看看跟没有。它叫什么？跟鹦鹉哎，乌鸦呀，你妈的！哟，它跟人呢，哎呀，好可爱！哟，好可爱！吃玉米吃饱了，那个太空会饱了。嗯，它好可爱，它跟人的。我姐去哪里，它就去哪里。我表妹去哪里，它就去哪里。怎么这么可爱？有我姐姐。嗯。外公，你养的鸽子好可爱哦。外公，他跟人的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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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跟着我。妹，你走去大门，看他跟你们，没有跟你妈了。直接跟他唱歌吗？没有跟你妈来厨房啦。鸽子，鸽子过来，鸽子。你妈来这里弄米粉，他又跟你妈来这里了。他又跟我了。好萌啊！今天吃切粉猪肝粉肠，好吃哦。还有豆奶哦，还有豆奶。鸽子又过来跟人了，他又跟你去厨房了，姐哦。鸽子，他又想过来跟人了。我早就和表妹去赶集买了回来煮回来吃。吃吧，放点辣椒。我、早就赶集了，等一下晚点又去买东西烧烤喽。外公，这鸽子跟你进来了，等一下你出去，他又跟你出去，你信不信？我要他，
这病你跟我打交道，我不要了。等下他又跟你出去。有了，飞起来了！哦，要进来，快点给它下去，飞到包，还让它飞到包子那里去。把关。刚才你以为是从那里，然后我以为它在那个门那里叫，没有人帮它开门。谁知道在你头上？后面它就跑到那里飞过来。我说那在那里，表妹说在我头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这鸽子好搞笑。这鸽子好精哦。听懂话了，听懂话了。